己在这儿待会儿别捣乱啊，他们马上考试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你去呗，我能捣啥乱？你这话说的。哎，快看快看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美女教练，快看腿长吧。不是哥几个，你们在这说啥呢，兄弟们？没事，说我们美女教练呢。你新来的吧？啊？我们家还有一个美女教练，你都不知道？不是他呀。不，他咋了？你们刚聊啥了？你跟我也说说呗，我也想听。你带我一个。没事，这两天你不知道，新教练对我老有意思了。啊？是吗？咋有意思呀？看到我脸上这个疤没？啊。前段时间有个小伙子不好好练车，科二科三老不过，天天跟着他屁股后边骚扰缠标的。我这就是为了救他。啊？英雄救美，受的伤。对呀。不是，还有这事儿了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刚来的，你肯定不知道呀。啊、哦，不是，那后来那个小伙子咋样了？在医院躺着呢。是吗？咱打个赌吧。打啥赌呀？你信不信我两分钟让陈教练对我刮目相看？不是，你这真的假的？你在这吹的吧？这有什么好吹的呀？你不信，你在这等着，你看好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去吧。陈教练。刮目相看了，厉害厉害！到你了，赶紧去。陈教练，他叫你。啊？这都不行，你看人都不理你。到你了。啊？我去？我算了吧，我不去，我才不玩这么无聊的游戏呢。你是不是不敢？有啥不敢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在驾校。我反正我不去。肯定是不敢。赶紧去吧，赶紧去。啊不是，我真去。你别动，你在这等着。行吧，六宝，宝，那个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。你热不热呀？还行吧。那你拿着我喝吧。没，你练吧，我等会儿再来找你啊。咋了？什么情况？啊？啥什么情况啊？你不让我去吗？这也太厉害了！我这有啥了？我跟你讲，你刚才去你的方法不对。刚人那个陈教练跟我说了，人家不喜欢别人叫他教练，你得过去跟他有个暧昧点的称呼。你看我刚才是不是一下就成功了，是吧？你等会儿你再去试试，再去试试。后来你跟他说，跟他说。刘宝，杀！不是他干完，他什么开？一会儿人家练完，你上去多练两个小时，别想把车开了，听见没？不是咋了？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呀？不是，我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整你干啥呀？你小子一看跟陈教练就有什么关系？没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你别多想啊！不可能，你俩指定有什么关系？跟哥说你俩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俩他是我姐。他是我姐，我是他弟弟，所以我俩熟嘛，是吧？完事儿了，咱们吃饭。啊，行，拜拜，走吧。